球场上队员之间的默契虽不是与生俱来的，但却可以通过长时间的训练和磨合来培养。库里和利文斯顿之间的默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三角星在勇士主场战胜骑士的第二场总决赛进行到第三节的4:50左右时，库里在抢到篮板球后快马加鞭，迅速的持球快下。随后当他跑至三分线附近时，在骑士众人的围堵下，一个不看人的潇洒长传便把球舒服的传给了篮下无人看守的利文斯顿。利文斯顿接球后双手暴扣，斩获两分，简直不要太轻松。而在前一秒，库里在传完球之后迅速做出了望远镜式的庆祝动作。当时利文斯顿正背对着库里扣篮，完全没有看到库里做出的动作。默契的一幕在随后出现了，只见利文斯顿在扣完篮之后也做出了望远镜式的庆祝动作来回应库里。他是怎么知道的？他可完全没有看到库里做这个动作呀。这大概就是心有灵犀吧。这默契真是令人佩服。